哎，刚刚前几组的表演都唱得好好听哦，我想我永远也不可能唱得跟他们一样好。对，因为你们不一样。小屁小，我们身高也不一样啊。我哪有？我只是还没长好。我看你不是没长好，是长不好。你说谁长不好？偏离主题，我们还是主持人，还在主持呢。听说接下来的表演者身高也不一样哦，好爽，讲两次。我们有一米七的苏一婷打一米的高虫，让我们欢迎由 CN 一二带来的舞蹈表演。Oh my God.